大组衣服，还弄了点脏的，还是全新的。现在四点多了吧？四点多吃早餐，合适合适合适。今天又是一个大夜排戏啊，这两个礼拜以来，这是第三个晚上大夜，现在是9点多9点半，然后开到那边还蛮远的，就是要40-50分钟。 Redondo Beach 那边的一个中餐厅，我今天演的又是一个餐厅的老板，但是这个老板有点狠啊，到时候到了现场我再跟大家来分享。我居然记错 call time 了，我的 call time 是11点，我10点钟就来了。没事，早一点也好。那我到车上坐一下。Hello everyone, I am Bruce, I'm the first AD today, and welcome on board. Where are you from? And the primary thing is your safety.Like, we want to make sure everybody is both safety and happy or safe. And yeah. For coming, I know it's pretty rough. It's an overnight shoot. Many of you guys have just finished Cassidy, so I really appreciate it. I'm Scarlett, I'm the producer. S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come to me. My name is Alan, I'm a song mixer for today, and I'll be brief for the rest of the day.I'm Onuran, VIT. I'm Farak, I'm the gaffer. I'm Alvin, DP today. 我的大厨衣服还弄了点脏的，还是全新的。但是现在是出量。你现在最亮是这个吗？对吧？对啊，对，最亮反差不能强。你画面上最亮是这个吗？对对，这6.3嘛。你3.5。近的话一点，暗点吗？可以的，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光比是对的，这个光比是对的，我看着觉得是对的。那这个光比很好看啊。我觉得 OK， 我觉得 OK， 好，没问题。OK， cool。因为他们最近都是大部分。你要用的，说一年了，对，没事。然后你就一边。手机收拾好了吗？现在是10:15。我怎么问在这儿？哎，现在不能演吗？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啊？后门也不锁，这样赶紧回去。快，听到没有？哎，好好好，我马上就走了。Cup, it's a cup.现在4点多了吧？四点多吃早餐，合适合适合适。天已经亮了。天亮了，那他走了。听到飞机。这样 OK 吗？谢谢两位演员老师，你们辛苦了 ，OK。现在是9点半，拍完了。
然后刚刚收到了那个今晚的靠信，今晚是10点钟，所以的话还好时间 OK， 然后现在也不是很累，然后的话就先开吧，如果路上累的话我再那个，如果路上累了我再停下来休息。